我们特别惊叹于中国它整个历史的璀璨和辉煌，所以说我们就画了一条灿烂的七彩的长河，从空中直扑下来，最后的这个结束是由未来的孩子们去完成的。跟孩子们的合作，我觉得他们是在创造未来的中国的历史，因为孩子他是很纯粹的。我们也玩起来了，就是孩子们画的也很开心啊。本来是在画布上画，后来就画到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三个人都被染得五颜六色的。我们是孩子们的作品。